当我行上座山，望翻去呢个全世界最北边嘅教堂，再鸟瞰远处对岸嘅雪山，同埋下边嘅首府 Long Ear 啊，咁我望到上面有两间屋仔，好得意，好得意，咁啊上嚟装下，系咪餐厅咧？因为有台灯啊嘛，咁上到嚟先知原来系咩咧？锁咗噶吓，嗰个咧，你装到入边咩咧？桑拿浴嚟噶，啲人真系劲啊！极都可以桑拿浴啊！喂，咁啊系，你零下三十几四十度嘅时候，匿喺里边桑拿浴系一大享受啦。但系我都中意望出边嘅景多啲。浸完桑拿，坐喺度裸体坐喺度，叹住杯红酒，之后望住出边嘅景色，完。